普天之下，时常都是看到的画面都很令人不舍。看，家就在瞬间啊！那哥伦比亚也是一样啊，也是因为大雨而土石流啊，也往生了不少人哦。这都是水大不调，那引起了土石流啊，实在是苦不堪呐、啊！这都是四大不调啦。还有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天天呢、啊、都在跟着尼泊尔的四训。昨天呐、啊，四训呐、啊，了解尼泊尔的慈济人走入了20年前启用的大爱村，22年前的受灾难，那就是水灾那一波啊，除了紧急救灾以外啊，那长期的就是为他们盖起了慈济村，3个县4个点4个大区啦。慈济村一共1800户呢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因为尼泊尔的地震，我们很挂念的他们已经进去了啦。有一户人家，这位老太太啊，孩子呢这么有成就啊，已经呢是5个电台的总经理哦。还有呢，还有因为那个隔壁孩子无法上学读书，可是呢很天才，可以呢凭自己的智慧啊，捡人家不要的电线啊，或者是回收的，他就这样呢，这么小很精巧的呢，真的也会动的哦。他发明了、啊、等等啦、啊，很多的温馨的故事啊。他去跨这个船是第一个，他们说整个村庄还算很平安呐、啊，不大影响哦。这一次的地震没有太大的影响，只有极少数户哈、哦，那个塘啊一角啊哈、哦，那安尼有下面有裂痕，那水泥有剥落，看到这样子哈、哦、啊，就是大部分都是安然无恙的啊。看到哈、哦，这另外的一个村，那有一位妇女，她就说啊，交屋启用的仪式，那一年她是12岁，今年是32岁了。अब त्यही त भनेको अब यति वर्षसम्म गुरु आमाले दिएको घरमा हामी आरामसँगले बसिरहेको छु। अहिले अब आधी बेरी आएर त्यही पनि भुइँकोमा आएर अलिअलि चर्केछ, तर पनि अब यसो अहिले त बसिरहेको छु, राम्रै छ, ठिकै छ होइन। अब केही कारणले अब यस्तो उस्तो भयो भने त अब गुरु आमाले हेर्नुहुन्छ भने Every day you can see her. Sangreng Waini. Yes. 还有一位12岁的男童啊，哦，那就是说，你们是从哪里来啊？那我们慈济人就回答他说，我们就从台湾来。他说，哪有可能？我们这里叫做台湾村，好。因为呢，他们都把它呢叫做台湾村哦。原来啦，这个村呢是台湾来为它建设的，所以他们那一份的感恩心啊，事隔20年呐、啊，长辈们呢把它叫成台湾村，下一辈的呢。12岁的囡仔，伊哪会知影是台湾来去啊？不过呢，他就有他的名称，叫做。
台湾村。虽然呐、啊，有的家吼、哦、这一回的地震呐、啊，啊，迄、那个水泥吼、哦、有剥落啦，这其他的都是还好啊，就是安尼被焚呐吼，那算来呢，经得起考验吼、哦，这都是他们一串一串去。医疗团啊，在加德满都呢，还是继续的在帐篷区啊，为伤已病的人在疗伤看病哈、哦。那总而言之呢，你们看都看大爱台啦，他们在当地呢，这信息不断的跑回来，我们可以看到了。过去的历史也可以呢，了解我们现在的付出哈、哦。那一大群的慈济人不断的这样的，实在是很感恩，也是很感动啊。那么也看到了人世间的人祸。也是很多、哦、在南非也是历史的今天，那就是2008年的5月20号，也是南非呢这种排外的暴动啊，这个炮火相对啊，那一次呢，那灾难很大。记得那一次，慈济人呐、啊。事后呢，也是赶快发挥了护卫哦，让两边呢都是要把他们安抚下来。这都是呢，在回顾过去啦，用这样的软实力啦，来缓和啦彼此之间极端的对立哈、哦，曾经有过呢。那么。今年的3月间也是这样子，排外劳的这又发生了，所以有的外劳呢无奈的要离开，为了安全，但是离开在边境饥饿啦、无助啦，也是赶快南非的慈济人呐、啊、去帮他们哈、哦、送毛毯啊送。家的东西这都是呢在今年的3月间的所发生的。总而言之啦，慈济人啊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种子播下去啦，很自然的他们就会发挥这样的力量啊，去做安抚啊，嘛是真温馨啊！这是今年的3月间哦所发生的，当地这维多利亚这一位志工呢，就是种子啊，他带动了不少，所以这都是爱的能量。你看，爱啊，就是在这样的苦难中的抚慰，其实呢，里面很多很多的。故事，不过呢，我们还是呢，时间呢、啊，在分秒中的过去哈、哦，无奈的人群呐、啊，多苦啊，啊，我们要知福，我们要节省一点，那点滴汇聚起来，就可以帮助呢很多人，人间菩萨种子呢，还值得再培养。假如在这样的非洲没有培植这一些种子啦，我们哪有办法到了那个地方呢？去拥抱苍生呢？从今年的义活呢，他们也是啊，你看哦，也是很庄严啊。他们也可以把蜡烛、把竹筒呢围成这样子哈、哦，看这多是呢。爱的能量让这样苦难的国度呢，这苦难人啊，我们也在为他们呢在教育如何行孝行善不能等，还有呢因偌困难呢，你看义火吼无伊啊多，甲迄个车道吼安尼
放落来吼，那这个这佛像呢，就放伫车道后边迄块放吼，那看到了自宫的背心啊，就按那个抛落去吼，你看他都有智慧啊，这都是吼，好难看着真的是很可爱，苦难中啊，就是智慧哈。悲智相运呐，在那里要弘法呢。这种闻法者啊，说法者啊，传法者，在这样苛难的国度里呢，他们能做到了，真不简单。